刚刚租完了车，然后等待酒店入住。哇哦！现在已经租到了我们的车，我很开心。它还是卡罗拉吗？跟我的车一样，但是只是可能型号不太一样，而且车也很新，它可以这里可以自动调整车窗，然后可以锁车门，比我的车高级很多。我的车只是2009年的，先试着开一下。下船变成这样了，不应该坐第一排。我说老外咋都往后躲呢？哪里？大沼泽公园。太阳已经落山了。特别正宗的泰国菜。